那我们还是一样两点开始啊。那我们今天呢，算是第二堂，跟我们讲义里面所讲的，就是魏碑的一个介绍啊。那上一次讲的唐楷，大概是让我们学书法的，首先有一个先做一个基础的概念，就是什么都是中规中矩的。那用上个礼拜的唐楷做基础。那我们再来所谓的篆隶行草，那可能就有一个方向，可以做一个所谓的做比较。好，那今天我们讲的也是楷书，但是是属于魏碑。那我们今天呢，还是要简单把魏碑呢，之所以跟唐楷的差别，各位做一个比较。好，那我们唐楷书的特色，大概上次讲的中规中矩，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讲的魏碑的特色呢，大概呢，我们有几个，这个例子呢。几个作品呢，就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概略的了解啊，魏碑到底要怎么样来做一个标准的判别啊？因为我们有时候啊，常常看作品的时候，就是觉得他的第一名的作品比第二名的漂亮，比入选的甚至于第一名的也没有，就是差很多啊。但是他为什么会差那么多？假如有前三名跟后面的入选，还有他奖金的问题，那为什么会这么样？我们常常会怀疑啊，因为我们就是用我们的标准不同来衡量他的那个水平，所以会显现出最后成绩的一种差距。那我们了解到魏碑，那就是要把魏碑的特色先能够怎么样来掌握到。所以你如果写魏碑啊，写的像唐楷那样规矩，那样子的叫做端庄典雅。但是就没有力度，没有厚实，那就没有办法达到魏碑的那种宽厚的特色。这样了解哈、哦，所以我今天呢，大概给各位来做一下介绍。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魏碑？各位呢，因为我们说唐朝哈、哦，它的时间很长。各位想，唐朝是从那个李渊呐、李渊建国以后，建朝以后呢，到那个结束。到最后一个皇帝结束呢，前后有二十一个皇帝，中间武则天还不算，那就连武则后算进去就22了，所以呢前后很长，有289年的时间。那因为唐朝呢是一个比较怎么样呢？比较长时间的一个叫做历史，就是书法呢，在唐朝里面也是因为他开始用书法来取士，就是说，要当官的要会写字，所以呢，以书法学、书学来取士呢，从唐朝开始啊。那这一个唐朝几乎呢，很多的皇帝啊，他通常都是擅长书法，都会写。那我们知道啊，一个就是所谓的上行下效，对不对？皇上喜欢这样子的，一般的推行就会跟着他。就好像我们呢，这个官大的位置啊，那他尤其都是皇上来啊。所以呢，他推行，尤其那种书法的高手啊，就在这个时候来百花齐放啊。而且他们还设了一个特别的，叫做书学的那种博士啊，也就是说，把这一个书法呢推展到最高，由中央政府来怎么样来主导。所以可见呢，一般的老百姓也就会特别重视这样的一个学科，这样啊。所以他设立专门一个。那个书学的，就从唐朝开始。那也就是因为呢，那唐朝又这么长的时间，所以变成就是说，你看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李渊，我们知道这个是开始是隋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啊。那到唐朝的时候建朝的时候是李渊，再来太宗李世民啊。那我们知道那个唐太宗李世民更喜欢书法，就是大家呢从我们的日常的那种。是小故事里面都知道，这个唐太宗呢特别有喜欢画诗书的字。那高宗李治也是啊，李治呢，另外还有那个武后那唐玄宗李隆基啊，他们都有书店的哦，像那个唐玄宗李隆基还有那个吉林颂啊，行书很漂亮，你知道我们故宫哦啊，吉林颂啊，那个唐太宗更不用说，唐太宗有什么问全名什么名的这一些名啊。那个所谓的名呢，就是一种叫做长篇的文章，它都是用毛笔写的，而且还刻成碑的，所
所以他们这几个皇帝都爱书法以后啊，那很多老百姓就起了什么效仿。那唐朝呢，因为它是楷书鼎盛的时代啊，那唐朝呢，所以啊都是跟领导者有关的、啊、那所以因为他法度很严格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唐人杀，所以说重视法度的就是唐朝人。那我们如果下一次讲到行书啊，就会发现他的时候呢，讲到元朝人啊、明朝人、清朝人都不一样、啊、他们所喜欢的那个书法，而且所表现的那个追求的方向都不相同啊。所以我们讲到唐人重视法度的上啊，那像晋人上韵啊，晋唐的晋，在之前的那个王羲之啊，他们重视那个韵，韵味的韵啊。那到唐朝人就把规矩化了，就上。那到像那个宋朝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宋朝国力虽弱，但是呢这个文风鼎盛，尤其是所谓的叫做儒学啊、艺术啊，像有的皇帝还甚至于不会让皇帝只会画画啊，连国家都建啊，所以这种我们就了解到这个他们重视的点不同，所以像宋人啊、上帝他们就写字的字啊。意思的，所以他们写字的个人风格很强烈啊。那到什么像这个明朝人百花齐放，很多人喜欢怎么样？尤其是明朝人也有考试啊，才能取士的啊，那都是要经过考试，所以很多所谓的叫做那个跟清朝人一样管格子，那在明朝叫裁格子，他们就是要经过书法才能考试，所以他们在写书法的时候呢，就是。重视个人的风貌，像我们很有名的黄伯夫山，就是明朝人，所以他们制的那个字呢，太特别，个人面貌特别强烈。你看了某一个人那个字体，就去想象他这一个人，那就可以配合起来。这个是有一点所谓的叫做那个书儒奇的啊。好，那我们讲到这个在。上个礼拜也介绍给各位知道了，唐朝的书法家欧颜柳，后面有一个赵呢，就是到元朝的，所以这三个书法家著名的大概都是以楷书为主，但是是以楷书为主，而不是以他为准的，不是哦。那除了写楷书，因为这个是整个朝代重视法度，但是你想一个艺术家，一个书法家，他不会只有写一个书体啊，像我们说欧阳询。他知道他是楷书很有名，但是他写那个很多的行书啦、比如说那个他楷书是最有名，但是呢就把他的那个行书啦、草书比较少、把他名气给淹没掉。就好像我们知道呢，这个张大千他画画很有名，把他的书法的名气给淹没掉了啊。那我们呢，当然有时候就会主要的把他次要的那个叫做才。才能掩饰掉。那像颜真卿，我们都了解到他的那个行书也非常有名的什么，大概他们啊，除了楷书之外，他们的行稿都非常不错，尤其像颜真卿的祭侄稿，还是我们行书的第二名。那像那个柳公权啊，他有很多的那个行书，在我们的故宫也很多。我们大概因为今天我们第一个单元所要介绍的楷书，就是欧颜柳的楷书为基准。那而且又是唐朝的楷书，是代表的很多书法风格特别的一个那个代表的代，所以它的特点呢，大概都是出规入矩，那个法度很谨严，也不丝毫不苟，所以呢，大概就是说我们一般呢才会把我们现在著名的小朋友一开始学书法都是从楷书来开始。那其实如果我们大人呢、了解的比较。这个广泛说，我们呢可能不一定会从楷书入手，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楷书呢是中规中矩，让我们做一个基准。那适合初学的都没有练过的，你都没有一个书法概念的，来做一个基准，就是好像一个标准啊，什么叫做正的，什么叫做斜的，什么叫侧，这样来做一个基准来做判断，那是不是基准最好？那就不清楚，这样了解吗？大概是这样。那尤其是小朋友，他是度数性非常的高，你告诉他正的就正的，歪的就歪的，斜的就是他很听话，所以他就很容易做比较。那我们呢，慢慢的以后就了解到基本功大概就是学他的基本
东法，所以要基本的法度为主，就是唐朝人最懂上法，因为全部讲法度。那讲法度以外呢，再来讲笔法、中锋、侧锋啊，或者讲他的体态啊，他的叫做所谓那个宽博啦、严谨啊，都可以比较好形容这样子啊。接下来呢，我们各位来看一下，看这些字就可以看到，像说这么规矩的，就是我们那个欧阳询啊，那写书法的话，大概很厉害。像欧阳询啊，85岁啊，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古时候要85实在是算长寿啊。那大概像颜真卿呢，虽然70几岁，但是他如果没有因为就是那个战争那什么的牺牲掉了，所以我们可能就没有做到颜真卿这个70几岁啊。像那个虞世南啊，通通也是85岁。那我们现在看的像黄土大概这4个碑都是我们欧阳询的那个最出名的一个，都是楷书，很有名啊。那因为欧阳询呢，他最主要就是那个用笔的点缀啊，所以我们上次讲过了，就是用险境来解释啊。那像这个黄土大碑比较受名一点啊，画杜氏碑啦、迷宫中碑啊，那这个呢都是比较有名的，当然就是九成多的。那这几个呢？我们大概上次我们好像关于讲到欧阳询，字写这么漂亮，长得很贵索的感觉哈、哦，不是我们后来弥补他的啊，原因是什么？以前的那个所谓的外族啊，都会来唐朝朝贡，他来的时候呢，那个是高丽的。就是朝鲜的高丽啊，来朝贡的时候，听说那个侍臣请欧阳询赐给他吃，吃了皇上呢，他就觉得很奇怪。李渊那时候是李渊，李渊还没有像唐太宗那样子的喜欢，但是觉得为什么在国内里面他是个厉害的书法人，他连外国人都知道啊，他眼睛看了他一下，你长得这个样子，对。他也不知道啊，欧阳询啊，大家这个网上看他一下，看他自己长得什么样子，因为他就是说个子矮小啊，他有规矩，但是有一点畏缩畏缩的样子，他所以，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就觉得我反正很没有什么书法啊，而且呢，他家里面原来是在所谓的那个在隋朝的时候呢。就已经，因为他其实到唐朝做官的时候已经是60几岁，所以他80岁死的时候呢，就是唐太宗的时候。那你就想啊，那前面的时候李渊啊，他那个时候因为李渊念的是隋朝，那他那个时候呢，就他的其实欧阳询的这个祖上也算是一个富有的人家，所以跟这个李渊就很熟啊。那李渊称帝以后呢，慢慢的就是欧阳询就。换的话呢，大哥，如果那时候要以貌取人的时候，我要选择男上，是这样的原因。但是呢，他就是他的特色，连那个高丽都要来跟他要字，所以连这个皇上都特别喜欢。在国内很出名就算了，连外国人也会要他的字啊，所以有些人说不得了。我们说的是欧阳询啊，那这欧阳询呢，你想啊，他之所以能够这样的话，也有他的特色。他看到那个所敬的那个字的那个石刻，结果呢，看过以后回家想一下，再回去再看一下，因为他就看到那个人啊，对于喜欢的东西会有特别的敏感。他看到那个石刻以后啊，在所敬啊，所敬呢，这个所就是隶所的所，敬呢就是一个立在一个亲那个所敬。这个所敬啊，这个因为我写了这个所谓关键词啊，各位如果想来这个词好像不太熟悉这两个字的时候，你就给他估摸一下，他就会有照片的图出来了。你这里要了解这个所敬，古时候的书法家应该是。叫前期的啊，那看他的碑刻以后啊，看了以后爱不忍释啊，就不能离开啊，
结果呢就回去呢把他的那个草石的之类的就把它拿来在他的那个石碑来前呢三天也不忍离去的好好研究一下，所以可见呢他对他喜欢的人是很特别，这个就是很多样性，每个人啊都是写没有写的时候也大概都了解颜值什么，因为很多人都从欧阳修和楷书入门的话，好，接下来讲到这个楷书为什么会让我们大概就是每个人几乎呢没有写过，没有就是写没有写的人很有兴趣，但是也都很勉强要去写，因为每个朝代都有，比如说刚刚讲到唐朝也是有书学博士，那到清朝你看这些都是写楷书，颜值什么？像我们这里看到这个黄志远这一个字，黄志远，我们以前写了呢，常写欧阳锦九成功啊，其实不是，像中间的那个九成功以前那个就是黄志远写的，不是欧阳锦自己写的，所以他比较有个人的风貌，比较瘦有没有？他比较瘦之外呢，他的起笔呢还没有像欧阳锦那么仙气啊，比较有自己的个人风格啊，所以呢，这个黄志远的写的欧阳书。大概黄志远应该是清朝人，那清朝人有科举考试，所以这个科举考试啊，他们呢每个人要想要能够当官，一定要为什么？他所以他们在殿试的时候一定要有，你看不就是乌黑的布的，那个墨要磨得乌黑发亮啊，光就是会发亮，方就是要写的方方整整，它方方整整就很工整啊，很规矩。那我们规矩是好听的，如果写久了以后就会很怎么样？规矩化久了都没有改变，就会很死板、很呆这样啊。那大概这样子嘞。所以我们在清朝人科举，明朝也有啊，大概就是就把这一些字呢写的已经太庸俗化了，太平庸了，感觉没有变化了，所以给大家换。所以如果你有人说，他的字写的很漂亮，但是漂亮就漂亮不美啊。那你一定会觉得漂亮跟美有什么关系？漂亮就是我们用一个规矩来衡量的时候，那全部都给它打分数，就看起来就是中规中矩，没有什么特色，但是也没有什么缺点。但是美就是它有一点个性，美通常会加上你个人的风格跟特质吧。所以有时候呢，漂亮跟美好像我们常常有的人说他好聪明，但是缺少一点智慧。聪明跟智慧又有什么关系？好像你都有那么不一样的那种混比的对不对啊，有的国家上说他好聪明，但是他没有什么智慧。那也就是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智慧就是聪明怎么分啊，他这个也是一样，不知道什么叫做漂亮跟美。大概我们现在来分的各位了解到你呢写楷书除了那个规矩外还要有自己个人的风格这样子的意思啊。所以你如果说这样最好，你如果怎么临帖都临不像那更好，表示你没有太规矩啊，因为你还有个人的风格来留着，所以呢，因为到最后还是要个人的面貌出来。但是刚开始一定要先临下，再加上自己的风格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叫做活理，不是只有像拍照一样，要能够加上意识自己的意志来做一个变化啊。好，第二个呢就是于是，因为我们说欧阳楚先啊，欧阳楚就是唐朝人啊。那唐朝的欧阳楚比较有名了，但是于是南呢就是少欧阳楚一岁。那我们在唐朝的楷书里就说欧阳就是欧阳楚跟于是南，因为他们两个呢大概伯仲之间呢，你说第一没有人敢说第二，你说他第二没有人敢说你第一啊，是他们两个差不多。那而且这个于是南呢更得到皇上的喜爱。唐太宗特别喜欢他，人哦还是有他的缘哦，人跟人之间的缘。那因为他的特色比较没有像欧阳询那么丰满的肉，我们知道刚刚看到欧阳询的那个字哈，那个方笔利落、干净显净的感觉，看起来就是很像刀割一样干净利落。但是呢，这个于是南呢，他就是很耐看，也就是说看起来外柔内刚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他哦，不会看起来就锋芒很露，你越看越觉得这一个人呢很沉着稳重啊。所以呢，他的一个就是外露的，一个就是内蕴的，就是比较含蓄的。所以我们各位看到那个
弘一法师就比较像我们说居士嘛。那孔子庙旁边这样一看的时候，就发现呢，他看了之后也会脾气跑出来。那锋芒太弱的会有一点尖锐的杀伤力，有时候就会觉得看起来像，我们一般说的就是比较不狩猎啊。但是乍看之下呢，我们觉得它是很漂亮的美啊。那比较耐看的啊，它的锋芒呢，就是把它比较收敛起来啊。所以用弧进步，它齿比呢稍微比较长，所以在写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居士呢跟欧阳询的那个刚刚的那个不一样，那种方直正正方方啊，有没有啊？它呢是这么比较长一点点，那这样子的感觉呢，让我们觉得两个各有千秋。那所以呢，于是呢，大概是所谓的叫做那个唐太宗最喜欢跟他谈论的就是书法啊，那唐太宗很喜欢书法。如果一个人书法上的难题问题的时候，当然就是于是呢。所以唐太宗呢，对于于是呢去世的时候，因为于是呢虽然少欧阳询一岁，但是比欧阳询早十年啊，因为欧阳询活了85岁了，于是呢只有81岁啊，他少他一岁，但是又他怎么样呢？就是只有80岁，所以前后几年比较早2-3年去世。那于是呢去世以后呢，这个皇帝呢很难过啊，难过连上朝都不想。为什么？因为他说他以后缺少了他的那个知音嘛，原因是什么？就没有他谈过书法啊，所以这个魏征呢看得很难过啊。为了这样的话呢，国家他怎么为了你这样一个啊？所以呢他就呢想方设法要让皇帝呢找往日的那种所谓的那个雄心呢。那结果呢，就找到我们后面要介绍的褚遂。所以褚遂呢，因为有当官，自学的他来去找了当官了啊。而且当官之外还可以被托孤了啊。所以托孤是什么呢？就是说皇帝什么要把儿子交代长孙无忌啊，跟褚遂啊，长孙无忌是他们的自己那个宗主的，没有话说。但是外人的褚遂还能做同样这个工作。托孤就是有幼小的皇帝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要皇帝很信任。所以他呢，通常就是呢，大概就是因为书法的关系，所以皇帝呢就能够同意。那虞世南啊，另外要介绍这个虞世南是一个，我们各位还知道一个那个隋朝，南朝隋，陈南隋朝，隋朝那个宋体两城那个陈国，有一个叫做智勇和尚。那个智勇啊，也很有名啊。那智勇呢，他的楷书呢，就是我们最有名的，就是他写的那个楷书《征讨千字文》，写了超过800部，把浙江东部的那个很多的寺庙，每一个寺庙都送给他一本。以前不是用影印的，都用写的，手写的。所以你想，他千字文，还有征讨楷书跟。真就是楷书嘛，草就是草书，楷书跟草书合并写的千字文，那一本就2000字的，对，他写了800本哦，所以见他毛笔不知道多少坏掉，他坏掉了那也不把它丢掉，那听说他的毛笔哦丢掉了，都出头了，就用那个什么那个竹篓子啊，那什么怎么样装起来哦，装了好几篓哦，所以我们呢就说他的这个竹篓这么多，还怎么样？还把它做了什么？把它埋起来，就是叫做退笔走，还有名的退笔走，把那个退掉不要的笔，用一个文物把它盖起来的那个退笔走啊。他写了八百本是最低估计啊，他写坏了不好意思，不一定啊，他就送人家那个千字文啊，他一本千字文就有2000个字了，为什么千字文两千个都珍藏千字文啊？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智勇啊，那这个智勇的谁？你看陈生智勇的高祖，于是呢，就是陈生智勇的高祖，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我们知道隋朝到唐朝，那这个其实李渊就是隋朝的那个部将，隋朝不是唐朝，是建国要讲改国号为唐的，要了解意思啊。那所以在隋朝的时候就有这个智勇，就在隋朝。那呢，他曾就是学了他的智勇和尚的那个风格，所以就显现出又那个于世南的那种楷
出的面貌。但是你仔细看伊斯兰的那个风那个武士啊，跟我们所谓的叫做自由的楷书是不太一样的啊。那你就会发现学了谁没关系，到最后还要加上自己的特色跟风格，那样才叫做万贯一直比一直比啊。你就是即使在下那个外卷，在下伊斯兰，人家还知道你是旗帜的，就是等于复制贴上而已，没有个人的风貌。所以呢，写书法都说你写得像最好，写不像也没有难过啊，因为你那点风格或者你是难过的。好，这样好，那接下来我们刚刚介绍就是这一个褚遂良，因为呢，欧仪褚遂啊，这个褚遂良呢跟他们前面都不一样，但是为什么是唐朝出的四个书法家呢？我们上次讲是全整个历史的四个书法家，楷书书法家，现在我们讲的就讲到唐楷跟那个。等一下讲个魏飞的比较，因为唐楷跟魏飞来做比较呢，你才能够分别出来他的特色。那这个褚遂良呢，就是唐朝的第三个书法家，就是褚遂良。我刚刚说继虞世南之后啊，因为他的特色就是很遒劲，很瘦啊，很瘦挺。但是他的瘦呢，不是软趴趴没有营养的瘦。我们说呢，瘦的像铁丝也是瘦，像细丝的那个棉线是瘦，但是它的瘦一个是很有劲的，一个是软趴趴的。那我们也知道褚遂良瘦劲呢，就是我们叫做劲挺的啊，就是没有像欧阳询那么挺拔的劲，但是它的劲呢，就是哦，我常常给它形容就很像在拉橡皮筋，橡皮筋的时候呢，两头拉的时候，中间都有弹性那种弹跳的感觉，那种劲道。啊，那你如果拉线，你拉紧的就断，对不对？但是像一拉的时候，拉了越紧的时候，它弹性越好，所以它的欧阳询的那个劲练，就大概就很像有弹性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有的人说写了欧阳询是规矩的，写了褚遂良是有弹性的，会变成哎，如果有楷书要变成行书的时候，哎，写一下褚遂良就会比较看起来会比较有够派。所以有的人说，哎，在学行书的时候，那以前学过褚遂良的，然后都说那没关系，不要学三个月，你到三个礼拜你就可以了，因为你运补的褚遂良笔法，其实原来就已经包含着我们在写行书的那个动态的美感，这样了解吗？那所以你就发现褚遂良他除了劲瘦相挺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文墨雅丽，就是漂亮，因为他既然是楷书嘛，当然是。优美的线条、啊、你看那个线条，你看左边的这个啊，孟马石碑啊，638年，大概褚遂良是40几岁的时候、啊、那这个653年呢，大概就是50-60岁的时候，算差了50几年了啊，50几岁的时候就是40几岁。那孟马石碑，你看它就比较有接近那个我们刚刚讲的欧阳询的那个挺拔的那个笔画，就是。你要看很挺劲，但是到50-60岁的时候，这个就是他的那个，我们说的圣教训，雁塔圣教训，在西安的那个大雁塔的门口有他的这个碑铺，这个是在大陆西安的雁塔门进去的最右手边，这个呢是褚遂良的作品，雁塔圣教训跟我们那个什么一样的内容，不是一个。怀仁集资圣教训吗？啊，那个圣教训就是唐太宗，因为谁啊？就是和尚那个叫做玄奘法师啊，去取经回来以后为他写的序啊，所以叫做那个圣教训，三藏法师的圣教训啊，他是由那个叫做唐太宗来写的，但是呢，书写的碑刻的这一个呢，就是那个。对啊，那另外为什么还有一个行书呢？因为就是唐太宗太喜欢王羲之的字啊，他说写个字都是褚遂良，如果能王羲之活过来多好，王羲之这就死了，他又没有办法叫他活过来帮他写诗，对不对？他就跪住，哎，就这样子，哎，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圆着这个皇上的梦呢？啊，那就找的是怀仁和尚，怀仁和尚呢？就利用我40几年的时间，一辈子的人，以前的人
寿命数节能超过半辈子的人类，他刚好这一生里面就做这一件大事啊！啊，我们看起来是没什么，但是他在一辈子里面在做这一件事，为什么？那天先收集有关王羲之的字，那王羲之的字呢，很多都是在民间啊，在啊，要把它集成圣教系这么多字，也不容易啊。那所以就所以集注圣教系是我们下礼拜要讲的，那你一定会觉得，那、啊、这怎么叫圣教系？那还叫圣教系？那些都是怀仁集注圣教系，不是写的。这个楷书的圣教系是褚遂良写的，这样了解的意思吗？那圣教系的内容为什么是一样？因为就是要这个纪念这个三藏法师的伟大啊，他太伟大了。以前到那个天竺国这个取经，不像现在大飞机嘛，对不对？一定是千辛万苦。他如果这样回来，他又会把经典翻译成那个我们那个，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唐朝也很多怎么样重那个佛教的那种啊，他其实是延续南北朝，也是南北朝，也是很多重视佛教，所以才有一些佛照相机，这样了解意思啊？那所以那个时候进堂都是有大概都有重视佛教，那结果呢就写了这个圣教序啊。所以另外一个我们下礼拜讲的圣教序也是。怀仁有章极致的极王羲之的字，所以你在看那个内容的时候才会发现，哎呀，那个圣教系怎么有的像楷书，有的像草书？因为王羲之写的字不会全部都楷书啊。我说过了，他有行书，也有草书啊。他弄不到的字就怎么样用草书来怎么样来凑这样，所以才会极致圣教系以行书为主，但是里面也有草书啊。那所以，但是。有行书草书合在一起，它又是极致的，它看起来又好像整篇好像是很活泼。因为我们通常极致的时候，上一个字跟下一个字是没有关联的，它没有关联就没有行气了，对不对？但是呢，这一个怀仁和尚，他呢用一辈子的精力啊，把整个呢极致一个字一个字，以前是不是没有像我们骗你老师从资料库里面拿出来就贴上，对不对？他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哎去排，所以排了四十几年才把它完成这一个。那经常摆好的那个唐太宗看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喜欢王羲之字，他就是为了要怎么样呢？为了要那个让他就是因为唐太宗太喜欢王羲之字，他就用王羲之字来再把这个褚遂良所写的这个圣教序再重新再怎么样做一遍，再叫极致圣教序。这样两个圣教序，这样了解意思了。不然像以前开始在写，应该怎么讲的圣教序跟我们的圣教序不一样，因为一个是楷书，一个是行书，或者行书的极致，这样了解意思。OK， 好。那另外还有这右边的这两个呢，也是褚遂良的，像这个中间的那个汉兴六十余载，这个大概我们是在故宫，在我们台北故宫，这个叫做离幻帐，在我们台北故宫，大陆还找不到。那我们来台北故宫去了，但是有人也不知道怎么说，这个假的不是褚遂良啊，但是后面有褚遂良书啊，那人家有人说这个风格都不像啊，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啊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总之他很像褚遂良的那个，但是笔法虽然没有很像前面的那个叫做圣教序的那种风格，但是他也有他的特色，他的违禁特别。总之啊，每个人写字的时候不会完全从你看，从四十几岁的木法师碑到五六十岁的这个圣教序，根本字也不太相同啊。好，那因为这一个中间的这一个呢是墨迹啊，在我们故宫啊，所以有人会觉得不是。那讲这些不是的人，很多也是大陆人，大陆人得不到就还给哎。另外还有一个音符笺，你看像这个也是一样，很像褚遂良的那个风格，对不对？但是比原来的那个叫做圣教序呢，还要怎么样活泼？所以如果你这要写行书，要写褚遂良的，你呢可能就是音符笺的上中下对不对？因为它的硬笔啊都是很流畅，而且很静挺，很清瘦静挺的感觉。那粗细差很多。它还有一个特点，因为它是墨迹本，墨迹本就是白底黑字，或者它写在绢布上面看的
那个比较清楚的、啊。那这个碑刻呢，因为年久风化了以后，有一些就不太清楚了，你就比较失真的感觉，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你在写字帖的时候啊，如果有墨迹的，通常就不会有墨迹的。看，例如说像我刚刚讲到智勇。是有，也是有墨迹本哦，也有那个关中本，就碑刻本啊。那你如果要写自由的楷书、写草书，哎，应该可以从墨迹本看得比较清楚，这样了解意思吗？那关中本有特色，关中本写起来会比较像于是南这样子，那你看比较没有火气啊，因为它的锋芒没有那么肉。而且墨迹本的时候，因为它不用再经过碑雕刻嘛，所以说它的连那个笔毛。是漏风的，有看得很清楚，这样啊，这个作者叫楚翠啊。那另外后面的这个第四名的楚翠阶级呢，也就不用太介绍了。但是因为他呢，最主要没有特别的名称来特别来介绍他，是因为他把楚翠两个字，他是楚翠两个学生嘛，学得惟妙惟肖，所以呢，有的人那时候是买楚得仙，你买了一个楚翠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阶级的风。啊，不失其节，也就是说，形容他们两个太像了啦，所以鱼目混珠了啊。但是，因为这样像就用楚翠了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歇息？因为歇息是魏征的外书啊，魏征就是当朝的宰相的外书，他所以呢，通常啊，这个主上的人啊，后辈会少奋斗，别的女歇息还好，为什么没有排列在上面呢？但是他还是有他的可信度，就是因为他的字呢，几乎跟楚翠两一样，可以一目混珠以外，还可以就是说有一个碑叫《信行长史碑》，哎，写的不错，就写他的诗。他的书呢是一样，很境界很瘦铁，而且很求丽啊，求丽就是漂亮的意思，而且节制中庸的体力，所以呢，那个气势呢，虽然书。就是书法楚翠梁，但是带有楚翠梁的风格以外，他还是能够那么楚写了以后，如果写很像，没有自己的风格，越不好。也就是说，能够从那里得到，那也能够从那里出来，这样最好、啊、所以呢，他写的就是这个境界以外，还比较有弹性一点。所以呢，他在唐朝的书法家当中呢，刚好跟他的老师楚翠梁可以并列第四，所以叫欧于。楚先就是唐初的四大书法家，这样了解吗？大概这样。那这一个呢，给各位来做参考呢，就了解到啊、哦，每个到后面的这个中唐的这个呢，像这个是《八部仙谭记》《颜勤鼎碑》啊，像多宝塔这个比较年轻的多宝塔应该在比较前面讨论，因为多宝塔那个字看起来比较像我们说。就没有很大的特色 ，OK， 所以他是在中年修行的，就跟刚刚我讲弄法师非楚翠一样，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的过去跟后来，所以有时候要了解一个书法家，彻底看，比如说，我一直写欧阳询的，你要把欧阳询相关的字都稍微了解一下，你才知道，你说写的到底是中年还是晚年的，叫一个所谓的叫做那个了解跟认识。就比较容易切入他的那个重点啊，不然他写了会太低落啊。比如说写多宝塔，因为他中年四十几岁时候写的，到六十几岁时候写的时候，那个《麻姑仙谭记》那就差很多了，要没有那么厚实，那就很厚。所以那时候他现在就很厚实啊。那到后面的这一个，到那个《颜真卿》呢，因为七十岁是气势啊，所以像这个颜真卿是他七十一岁时候写的，那是个字呢。瘦跟厚差很多，跟那个横细粗差很多啊。那这个三个都是碑刻，这个也可以写的。这个就是道生帖是墨迹本，所以也可以来看一下。啊，墨迹本呢，啊，写起来的那个粗细啊，就比较接近颜勤碑，就是颜勤鼎碑啊。它两个因为一个墨迹，一个是碑刻，那你这样两个比较的话，对颜勤鼎碑的练习会比较有帮助。要了解啊，因为一个是碑刻。那有风险呢？中堂到中堂的时候，要知道有风险多久啊？这个是上次给各位介绍，左边的就是玄秘塔碑，右边的叫做神策军碑，一个是那个我们台湾在写的字帖，一个是大陆在写的，
内容以前到几十年前字帖都不太明显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很多字帖可以拿得到做互相的比较啊。那现在呢，因为印刷术也比较交流也比较方便，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两个不太一样，但是它的特色都是一样，有像那个颜真卿的那个厚实的那个厚重，但是比颜真卿更厚实，又还有叫铁镜啊，那个笔画的那个直啊勾啊那个比较跟颜真卿比较厚厚的那种厚重不太一样啊。好，那接下来呢，讲到这样的，大家可以把整个唐楷的概念都已经有了以后，我们来讲魏碑就可以做比较出来。刚刚的那种呢，我随便翻一下，像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龙门二十品啊。龙门二十品呢，就是我们说的照相记啊。那照相记，你看它前部那个字都跟刚刚不一样，有没有发现那个折角啊？那个转折啊？因为这个都是碑刻，所以有时候要记，但是现在已经不错了，都已经很清楚啊。有没有发现角角很锋利？看起来都不太含蓄，对不对？但锋芒很露。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方笔贵碑，贵碑。而且哈、哦，你会发现，如果你用唐楷刚刚的所谓中规中矩的标准来看，看起来就觉得很漂亮嘛。但是它有它的特色。第二，你在讲说它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先了解了，接下来详细的示范的那个介绍。第一个，贵碑主要就是什么时候呢？刚刚唐楷大概就是600多年，西元600多年，啊、哦，刚不是600多嘛？那像那个618多少？变了200多年，就600多到700多、800多啊，那就是280几年嘛。我刚刚讲过了啊，他说你前面的里边那个数是600多，那你看前面这个300多到500多。就是魏晋的时候，那魏晋的时候呢，主要就是指北魏的时候。北魏，因为魏晋南北朝嘛，你想南北朝很乱哦，一个国家有北南朝还北朝，对不对？啊，所以呢比较乱的时候啊。那汉碑呢，就是成汉，就是魏碑了啊。汉碑上这个其实是汉碑，魏碑呢上成汉隶，因为你看汉。再来三国，再来魏晋那边，其他的三国晋，对不对？了解意思吗？那所以就发现呢，那个汉隶在就是汉朝的时候，那汉朝呢，那时候就是我们说就是隶书，所以魏碑刚好就是在中间的过渡。那再来下面就是其他的三国晋。再来隋唐，对不对？我们晋又在隋唐，那你就会发现夏晋南海，所以它就是刚好就是从汉隶到南海中间的过渡书法。啊，你就会发现呢，它如果成汉隶的隶书是参考燕文，所以你会发现魏碑有一些是有燕文，它尾巴有点翘翘的啊，尾巴没有像南海就把它收下燕文。为什么？因为它上层汉隶，汉朝的隶书是有燕文。所以它是书法史上从汉跟唐中间的过渡的一个时期。啊，那个时候呢，时间呢又很乱啊，因为南北朝啊，有南朝有北朝。你看啊，那最主要就是说，为什么会说魏碑美呢？因为又加上有人推崇，它才会美啊。如果人平常老百姓，如果我们大家已经习惯唐楷那么美了，看到这个字，连看都不想去翻它。但是议论我们讲过了。很多东西的美都要有人去提倡跟推崇。那到清朝的时候，因为以前呢、哦、有那个叫做篆刻印的啊，写隶书啦，写篆书啦，中间你会发现明清时代，清朝之前啊，从唐朝以后，宋元明，这中间好像是看到什么刻印章啊，或者是。写隶写篆书的啦，到唐朝嘞以后，除了李阳君写篆书以外，其他后面的几乎有了。到元朝偶尔几个人，比如说像那个赵孟頫没有写篆书啦，但是他不是特色，他最主要是他
不是他专长，所以就没有办法推广很多。到清朝的时候就不一样，因为清朝各种开始活泼起来，因为有的人要写篆书，有的要写隶书，都有代表一个山头的人物哦，有的要刻那个印章啊，他篆隶篆隶篆刻篆刻是要写篆书，所以那时候呢开始就有魏飞的后裔就出来了，又加上有康有为啊，还有阮元、阮毅与那个益州双吉跟广益州双吉，阮元呢就是益州双吉，康有为就广益州双吉，他们都除了讲以外，还出书来写他的特色来推广，所以他说康有为就推崇魏飞有十美。那你看一看这些以前都不会讲到这个所谓美的，你看他第一个说魄那个很有魄力雄强，我们刚看那个魏飞的字是不是很有魄力？看那个字，哦 ，OK， 很雄强，今天要拿就拿，要收就收，要放就放。你看那个字，看起来就是，很有个性，没有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楷书哈，那样这样这样那规矩规矩嘛，看起来就规矩，而且行啊列啊看起来几乎大小都差不多。那刚刚那个魏飞呢，就是魄力十足，非常雄强。另外气象文墨啊，气象文墨其实它就是要把它同样一件作品用到时机不同的，就是看起来不同的很多都同步类别同的，只是修辞不同而已。你看气象文墨就表示它怎么样大度，所以气象文墨要写气象，那可以写很大气。气象的文墨的时候，文墨要很雄伟大气，可以写大气。但唐楷要写大字，如果像褚遂良那个字那么现实，写大字你会觉得很不好看，因为很大就看起来就看起来就跳跃式的，可能会很疏朗、很疏松的、你看笔画跳跃，它那个横直撇捺的那种感觉啊，不会像唐楷都有那个一定的规矩。比如说，你看有的那个捺这么长，有的捺这么粗。随便看，你看人，你看像这纸，你看捺这么厚，它这个捺这么翘，有没有？反正它的这个就是它的角度啊，你说丑就丑，说美就美，看你从哪里去切入啊。它的笔法很跳跃，所以不受拘束。它不受拘束是我刚才说的，要有个人的风格作用，对不对？好的，点画俊厚。所以它每个点画没有像我们写点三点水就两上面两点稍小，最后一个挑的要比较厚，它没有把它这个像点画，像这个啊三个点，譬如说水部的三个点都是三角点啊，有没有？你看那三角点的每个人都是看起来就是很锋利的感觉，好像那个刀刻的啊。第五个意态奇异。它的形呢，有的扁，有的长，有的宽，不会在整个格子里面，像我们那个唐楷规规矩矩的一定要写九宫格的最好中宫的八分满那个位置才会端庄典雅，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就看起来说很奇特。那个笔画呢，爱长就长，爱扁就扁啊，像这个是模仿魏很大，刚才讲的这个是罗马二十米，罗马二十米是照相机小小的块而已，所以保存的会比较漂亮。为什么？因为他在科室，就是那个佛像旁边画那个石碑嘛，它所以就会保存的比较完整一点。另外，精神挥动第六啊，他写的哦，看起来就是，每个字都很有色彩，都很有精神啊，而且兴趣安主。所谓兴趣安主，就是说你也不要写太大。所以在写魏碑的时候，那个含墨量可能要足，不要写太干干，没有。太干，你就说没有那个墨韵哈，没有墨的那个就没有水气啊，就没有活力。干干的就觉得缺少那个韵啊，缺少那个滋润，所以你慢慢会变得厚实。再来，无法够达啊，就是该控就控，该松就松啊。另外呢，结构天成，这个结构天成跟刚刚我说的那个叫做意性性气憨直一样，就是说结构天成就是说呢。有的字你看起来呢，好像呆呆的啦。如果用唐楷来推说，好像这个字，有的思想都失了，就有的诗，我们要断代啊，我们
较舒服些的朋友，比如说面汤，他没有美感，好、哦，他们就很同质同趣味。你说写个甜，他也不会把四个甜分得一样啊。但是你在写汤改的时候，如果分得不一样，就不匀称了。但是在写味杯的时候，其实味写的怎么样，它特色就是自然就美，自然就是美。那大概你看它的那个结构就是天成，你也不能说它不顶多，所以要说它有特色，不能说它成，它说它有特色。好，再来血肉丰美，刚才说的，你呢不要写太干，它写太瘦，一定要比较厚实。所以写过一遍的时候，你会看到它的空白都是空白啊，整个字的空白，整个字啊，比如说你这个空来讲。你有没有发现呢？它里面的笔画很多。那如果以刚刚的唐凯德来讲的时候啊，你就发现空白笔笔画还要多。比如说，我们随便翻它这个方志远的这个九十公尺，看它的笔画是笔画，它的我们用黑白来做比较，字白当黑，黑跟白来做比较，你有没有发现黑的笔画很多？要了解。那、啊、你觉得把它反过来，贵妃，你有没有发现它刚好相反的啊？妃科这个有没有？它是不是白的比黑的还多？白的，就是连整个那个字看起来了、啊。你看整边看过来，是不是那个字里面的黑哦比较小一点点？也就是它的笔画空白还要多。那这个的唐楷的这个或者是晚格都一样，这个规矩的楷书。那个空白比那个笔画还要多一点，就那笔画比较死就对了啦。它、啊、这个贵妃的笔画是比较粗，有没有？啊、所以你就发现用白跟黑来做，看出来，那个血肉丰美哦。它、啊、血肉写下去的白就是写下去的笔画，它比较厚，比较多。现在了解意思吗？大概是这样。所以你看到、哦、贵妃的怎么样？体大，所以适合写大字。第二个是写字汉。汉碑是，我说应该是魏碑了，是错了，我写错了，不是汉碑。我说魏碑应该上字汉隶，刚刚这两个字啊，这个是前面魏碑这里，你要写汉隶的时候打太少，应该魏碑上字汉隶啊。所以我刚讲这个汉碑要改成魏碑。好，那魏碑体很大，效法翁碑摩崖，像摩崖就这个，接了，我跟我们说一下，这是摩崖科属。摩崖什么意思呢？因为魏碑有四种哦，魏碑哦，不是就像唐楷一种魏碑啊，摩崖就是刻在山顶上的，或者刻在大石那个石边的，不是在山上，就是在石床上面啊。比如说像那个西床的那个金刚经，那个金刚经啊，刻在那个西床就是水没有了以后，西床是平时的那种石头壁啊，刻在那个上面。那每一个字至少都是一尺以上，四十公分以上最高，有的甚至还五六十公分一个字，所以一尺是差不多三十公分。每一个字几乎都这样的见方，每一个字，它、啊、那个摩崖呢，如果刻甚至有的还是站，就是一直等等等等等等刻在那个山顶上，所以它要写下那个碑刻得很精细。太容易，因为山顶上有时候不像现在，可能还吊着那个雕琢啊，所以呢，它最主要就是摩崖，就是悬崖峭壁那个上面，所以魏碑有四大类，一个叫做摩崖科石，你看像这个字，这个就是摩崖，这个是四山摩崖科技啊，四山摩崖，那个字就大概像你看这个字，一个摩要刻成这样，但是也没有像呢。如果是在唐楷写碑的时候，这两个木绝对不会离那么远的、啊。哦，他、啊、但是这样远远看过去的时候，也不能说那不是摩。哦，阿、啊、你要想到说他在那个摩崖山顶上刻，当然就是比较大气一点，没有办法去讲究它的小部分。那、啊、你说这个叫做照相机，那、啊、照相机为什么可以刻这么漂亮？因为照相机字很小。字很小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个碑石像，譬如说这里做了一个石像，我都叫佛像，在那个，这个是因为有真格
去看了那个叫做龙门照相后啊，我才发现，哇，我都觉得，所以有时候还真的要看着才知道，我觉得这个怎么磕啊？结果发现字没有我们这么大，差不多也差不多这么大而已。你看这个是头像在旁边，他就磕了一个用一个石碑水泥那个好像你们说的大化钢石之类的那种，他在磕某块的墓碑上面，他就差不多长长不一定形状，有的长形的不一定依照这个佛像的，他旁边就这样把假设这个是2块，是弄10块了，他就放在这个旁边，他就磕这一个字的照相字的佛啦。为什么要磕这一尊佛像？所以它叫做照相字。为什么叫照相？照相，但是像是照出来的，照就是磕，磕那个佛像叫照相，所以照这一尊佛像的技术，所以叫照相字。那我本来我都觉得有照相镜，齐慧飞写的雄强，以为这个字都很大，原来照相字那么小，甚至于还一次去到那个所谓的叫做河南，看到的那个叫做墓志铭，因为有一个唐那个叫做专门的有一个诗人的专门在收集那个墓碑啊，墓碑，不是墓碑，墓志。那墓志跟墓碑又不一样，墓碑是在外面是什么显考啊、显什么之类的，就是在外面那一个名的。那墓志铭的墓志呢，大概就是方形啊，正方形，它放在那个棺木的上面。它随着那个古墓把它封起来，所以不见天日。所以你就会发现墓志铭的那个字都保留的比较漂亮，比较，因为它没有经过风吹日晒雨淋，保留跟那个棺木一样。它棺木里面的骨头会腐烂，但是它是石头的，比较不会腐烂。那所以它字也不会太风化。这个叫做什么墓志铭？那我刚刚讲有一个摩崖割石的嘛，有一个叫做龙门二十顶的照相机的嘛，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墓志铭嘛。那墓志铭因为小小的，要放在那个棺木里面，所以也不会太大，所以字反而写得更小，所以墓志铭的字更小。那墓志铭的字呢，大概通常写的内容也都不会很多啦，大概就是一个正方形嘛，哦，几百个字左右。他几百个字左右所写完的内容，大概就是这一个文物里面的人的生活背景啊，哦，他所以把他好像写他的那个生平的记述啊之类的这样的，所以就是他的那个叫做生平事迹啊，所以这个叫墓志铭。另外还有一种叫做碑碣，碑就是露在外面，磕碑嘛。啊，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叫做张鲁龙碑啊，那就是或者是像我们那个秦始皇去打猎啊，收了很多的收成啊，射了很多只那个所谓的那个战利品啊，啊，他就磕起来，把那个歌功颂德一下啊，那个就是碑啊。所以碑我们现在常常也有看到啊，比如说像对于一个人的，像我们以前常常有一个叫林天尊庙，对，蛇集什么救人。人家照相掉到那个海里面去，要拿个那个什么绳子，他下面写那个丰功伟绩的之类的，那个叫做碑。啊，碑通常就露在空气中给人家看的，那个叫做碑。所以魏碑里面就有一种叫做碑，刻露在外面给人家歌功颂德用的了。碑就是露出来的，叫做碑。另外的墓志铭就是保留在文物里面歌功颂德的，就是墓志。照相机也是一样啊，就是刻像事迹的，照相事迹的。摩崖割石是把它的那个字呢整个掉，也是一样的。大概就是，比如说像写在西上的是《金刚经》，就是写了很多的，就是在啊字都很大。按摩崖割石的时候写那个很像我们去泰山，远远的看到那个泰山什么什么什么。四个字很大的那个就是叫做摩崖歌，就是在悬崖边磕吊着磕的字很大的那种大字，这个都是属于魏碑，所以魏碑大概就是室内
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就发现，哦，哇，这个室内的时候呢，跟堂台坐在书桌上面来写的就不一样了，因为有的是露天的，有的是吊着写的，有的所以不太一样的那种方式，所以就发现它的风貌是比较，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贵妃的那个体能比较大啊。那另外啊，体能比较小的，就是我说的木质里可以小一点，但质地很醒目。而且呢，雄伟强劲，这一些最主要就是一定要歌功颂德啦，要实用性很重要，大概是这样子。那了解吗？那歌功颂德通常就是要表列那一个事迹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东晋末年的时候呢，大概我们为什么会贵妃呢？这个魏晋南北朝，魏再来晋，晋才分为东晋、西晋什么？北方、南方是不是南朝是受其两朝，对不对？那北方是不是？什么梁五十六国什么，总共有十六国耶？什么南唐、金南什么一大堆的那种啊？你看北方，因为经过长期的战乱，那南方呢，就是我们知道南方叫做宋齐梁陈氏，南朝嘛，一个北朝嘛，是不是？啊，北朝包括北周啊，那些都是哦。啊，南方叫那个南北朝呢，最后是分治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念历史的念到这里好乱，啊，对。怎么会国家乱成这个样子呢？统治者也很大，也很乱，因为哎，自己也管不了几个人民啊，因为都权力都分配了啊，所以都很乱啊。想不到后世的要念他们很难，为什么很难呢？为什么真的是没多久就换一个皇帝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很乱。啊，所以你看到北方民主，所以魏妃就是北妃的意思，北妃也是什么？因为北方人大概比较雄强一点。由鲜卑族或八氏有没有？他们统一以后啊，成立一个北魏王朝，后来又分为东西魏啊、东魏、西魏、北周啊，所以你看建立一个王朝没久又分开了啊，所以你看那个文字啊，才要统一又开始又少掉了，所以经过呢这样子统一以后，十六国成为北朝，那南方呢就没有那么大的变化，但是也就维持着我们叫做宋齐梁陈嘛，啊，南朝嘛，所以。南北朝这样相对也200多年，你想200多年，所以一个国家这样子僵持乱乱的200多年，那时候的文化呢，大概也很难所有一个完整的统一啦。那我们叫北方民族跟南方不太一样，北方民族他们通常比较个性也比较秀强，骑马上战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呢那个字相对起来就没有像那个。晋唐的那个书卷会那么浓，这样了解意思吧？啊，所以就发现到那个文化好像也是文化之所以，就是累积自己积累的啦，不是今天说我们全部规定每个都写小字，全部起来字全部就会成，会的，还是觉得这种就好像那个秦传，民间还是在写隶书啊？为什么？因为篆书还是官方在用，你去用我们在那边画那个一样粗细的线条，多累啊！所以还是写那个把它变成。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才称为隶书，隶书好像民间奴隶在写，奴隶性的不是奴隶，老百姓嘛，一边使用的字，平常平民在使用，所以隶书大概有这样的来源啊。那魏妃的尸体也这样定义如此，也就是说刚刚讲的，北朝里面这么乱，那个文字会多统一嘛，是这样。所以民主跟社会的因素年龄就会产生，你看到北方民主的性格比较豪放，比较直朴一点啊。那形象呢又比较强健威武，他们呢大概就是比较马在马上战争的嘛，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影响的那种叫做比较秀强健毅的那种风格，所以写起来的字也比较没有那么秀。有的人会觉得说，我这样也可能用他的特色啦，但是如果草莽来讲的话，就确实就是比较壮一点的那种文字啊。那接下来。那时候为什么还有什么照相机呢？因为佛教盛行的时候，那时候既然是这么乱，战乱的时候民生凋敝，人民的心就会向往比较稍微，因为战乱久了以后就觉得战乱是很累，所以常常就是寻求心灵上的那个慰藉呢，就会大概就向往释放的极乐，所以那时候就会有佛的那种。啊，所以佛教的兴起呢，大概就会有什么照相机的那种啊，佛一尊佛一尊的佛像啊，所以用北朝君主有很多都是好怎么样，好佛的信佛的啊，
于是呢就大兴庙宇啊、古刹啊、神龛佛像啊，所以产生了里面像刚讲的摩崖割石啊，也是说大概金刚经之类的东西啊，或者抄经写经啊，我刚刚讲的造那个神像要是照相机啊，还有歌功颂德要写碑碣的那种啊，啊墓志铭要讲那个什么墓志，就是要把这一个，比如说通常都是比较官宦人家才会有墓志铭啊，普通老百姓就蛮有就不见了，还有墓志铭，墓志铭都是比如说什么墓人什么墓人之类的，所以常常有什么墓人墓人之类的就会写墓志。啊墓志铭呢，因为以前还是男性的威权时代，所以歌功颂德的人还是大概都是女的。墓志铭呢，就是大概就是只有他的那个文物里面，把它好像就是做一个纪念吧，加以说明这样子而已。比如说像后面的卦图里面有写到，文成二义云冈石窟，那个现在都还保留在云冈石窟里面。那魏孝文帝有龙门石窟啊，龙门石窟现在也是啊，这个有时候去大陆的时候啊，就会觉得哎，这个好像真的都要去，因为有四大石窟，好像山东云峰摩崖、泰山啊，那个叫做石壁石刻，就是在石溪里面的啊，那个泰山金刚经呢，它的字都很大啊，每个平均都40公分以上，有的甚至有60公分一个字哦，一个字。那你想金刚经那么多字啊，它都写在整个石头啊，所以整个呢都修毁了。另外还有甘肃敦煌的千佛洞啊，千佛洞呢，它里面也有很多的那个佛像石刻啊，但是其他的还可以照，好像有的还不能照相，千佛洞的不能照。敦煌的他们叫大哥更大啊，这样会破坏他们的那个光线啊。但是呢，告诉你外面有什么，他们都可以照，他卖可以，但是你不能照。照的时候，我记得我也记得说，那时候不像现在，整个你那个是胶卷的那个样，搓出来全部曝光就没了啊。按你说，我们就照三张，把你36张都没了，那前面照的也不见，因为他当然知道你只照3张，所以他们很严格。但是都可以嘛，就是，所以这一些哈，我这几个石窟啊，大概有几个有去过，但是那个像那个金刚经泰山的那个，另外还有那个烟霞鬼潮书啊，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所以鬼潮的那个魏飞，你就不要写的太过于仙史。那你说啊，魏飞他那个给仙史写小一点的哦，写仙史一点的，就好像我刚说的墓志铭就很仙史的啊，了解吗？就像那个刻在那个坟墓里面的墓志铭，小小那个字啊，那个就很秀雅纤细的，但是那个风格跟唐代还是不一样的哦。出风用的那个硬笔的方式还是不一样的、哦。好，那接下来看到民主融合，南北足以怎么样呢？促那个就是那个交流来促它的核心，就是广义周算图。我说了，广义周算图是我们那个一般就是康有为、一直在讲那个魏飞多好多好的他，因为他已经走火入魔，他反正只要飞就好，就对了他，因为他就是说真的飞了他，因为他们觉得被那个晋唐的风格引领，这个书法的年代太保守了，太规矩太长了，他们觉得如果你看到有这样子雄讲的，反正就是有一种所谓的叫做久了想要不变的感觉。所以在清朝，康有为如果在明朝，那他的风格不起来，因为他可能没有社会的温度，也是没有办法。通常都会跟社会的环境有关啊、所以他呢，就是文化之间的交流，就是核心的因素之一。因为广义周算图是一个那个书墨堂，当时写碑的会长就是不是很著名的书法家，因为他个人的风格很多，所以你有时候看那个字怎么很丑，因为他不是有名的书法家，他就是民间整个形成那个特色这样子啊，所以被那个考试制度影响比较少，比较容易反映平民审查创新的那种要求，所以你就会发现呢，有的那个字啊，看起来就是不是挺漂亮，但是你怎么说呢？好，就是它的风格跟特色。但是风格跟特色，如果你把它稍微加以规格化，加以稍微整理以后，你就会发现，在它的画里面，再把它收敛一些，你就是魏飞跟
慷慨，稍微各取其一，其中来做一个协调，也是另外一种风格。这个可能也是要有时代有关。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时代呢，很少去创个人的风格的，因为整个电脑时代太那个，除非就是像我们以前都要写啊。那现在好像除了大学也没有要学的，除了我们中文系啊或者美术系，或偶尔会有接触到书法啊，其他的像你说的一般的那个科技类的，那什么很强，但是那这个会写的比较没有那么强，因为不是说他不会，是因为他没有去投入啊，把社会就变成那整个社会的风气如果没有，我们在画。一两百年之后来看，中华民国这个时代好像书法又有点失位了，这样了解意思吗？因为我们历史通常是要隔一段时间才去看前面的啦，我们现在看已经看300多年，就1000多年前的时候了，所以大概就是会回想到，我们现在是这样，还有民间也有什么需要，这样也可以，就好像我们现在去看明清时代，宋元明的时代，好像很少人在写传跟兵的感觉是一样的，这样了解意思吗？当时盛行佛学，所以影响了豪迈的那种重义。那另外还有刀割啦，还有石子的雕琢，也是一样呈现金石位。所以你在写贵妃的时候要有点金石位，因为它相对的就是在那个照相机或者是那个碑碣文化里面都是用石刻的，这样了解吗？所以不用太去讲究那个所谓的叫做漂亮的线条，但是要讲究那个石子的那个厚度。厚实的线条，所以我们可以这个金石位是从哪里看呢？照相机、木质到碑碣，都在日常的那个这个练习当中呢，达到创新。那贵妃是不是全部看的都方体呢？不一定哦，因为贵妃呢也有圆体的，比如说像泰山金刚经，我刚说的是说圆体的，你看这个是圆的，因为它是个泰山金刚经。你看它的入笔都是扁扁的，它呢是扁笔的哦，是吧？很浮点哦，很浮点啊。另外还有那个这个泰山金刚经我也都是比较。那另外呢，龙婆都是比较方，你看有没有？是比较小的方。所以贵妃有方有圆，那圆笔呢，大概就是用篆笔的方式来。所以你在写圆笔贵妃的时候，就不要太侧重，不要重重，比较擅长篆书隶书，没有方，一漏笔就切的那种啊。那写方体的时候呢，要注意，现在以方体为例的时候，要注意到侧锋，看到、啊。但是侧锋很多人就只把它抹过去，就刷就不对了，所以要注意四要跟三忌。什么叫四要呢？我们把这个要点给各位先介绍一下。就是你含墨量要饱满，我刚才说过了，写贵妃如果含墨量不饱满，那刷变成灰白就没有墨韵了，就不够。刚刚不是讲十大美里面有要饱满吗？那另外速度要慢，你不能很像在写草书、楷书，那个叫做行草书一样，速度太快啊，而且要修长的入纸，那入纸的时候呢，你不能搭钩，不能那个哇啦的。一定要稍微有注笔先停顿的感觉，所以注笔又不一样，而且要方中一点，也就是说你不要方中一点，就是你稍微停顿墨稍微阴的又不会那么锋利，你如果马上点的又就笔尖就是笔尖，笔肚就笔肚过来，你切的就很利落干净了，所以运笔不宜太快，墨韵才能显现出来，这个就是你在写那个贵妃的四个重要的地方，那三个忌讳的地方就是偏，所谓的我刚刚说的偏锋，所谓偏锋，你的下回一样呢，旁边漂亮漂亮，你把它这样斜斜的，笔尖一定很好控制啊，因为这个画过来都很漂亮的词啊，那这样子就缺少它的力度，所以绝对不要太过于偏锋，侧锋跟偏锋是不一样的，偏锋就很像人家刷油漆。侧锋就是你还有吃到墨，只是笔杆不是垂直，侧一下就把它杵出。啊，偏锋起来呢？偏锋就是很刷油漆，只有刷表面而已，这样了解意思哦？没有
注墨的感觉啦，没有地透纸背的感觉啊、哦。那既光而不圆，因为你如果偏空以后呢，你就用笔尖这样刷来刷去，就好像我们要回补的那种感觉就没有了，你刷到那边就结束就停下来，所以几乎都是光谱，没有圆啊、哦。那另外呢，既太立太钝，所以太立的是不不能够来装下这个尖尖的太多啊。那你呢就直接给它挂过去，看起来好像也是尖尖的啦，但是因为你没有它的那个入墨，所以你挂过去的时候很可能像用拍子这样刷过去，刷过去从头到尾出是同的时候，你如果有垂直在慢慢的停的时候，你很可能有提案还是虽然是方笔，但是还是有出事哦。我们随便举例啊，你看这个母，有没有看到它横画到这里，前后都有尖尖的，但是中间是不是会稍细？你看这个漆，是不是中间会有稍细？你如果全部用油漆刷笔过去，是不是一样出事？这个就是偏锋的意思，这样了解吗？所以在写的时候要有写的感觉，不能因为它是未背看起来这样子就是很浑厚，就用一大支笔这么画了个妆，很简单，我把那个笔弄扁扁的，弄成排笔啊。那你油漆刷来刷不就好？不是啊，你刷油漆是刷的感觉什么意思呢？你注意看，你油漆刷了以后，上面那一层，你给它挖下去，那一层油漆掉下来，里面就是木头。但是你如果用毛笔字的临摹纸被写下去的时候，那个墨会渗进去木头，你就挖下去，那一块木头还是有墨的，所以叫入木三分，这样了解意思哈、哦。所以你刷。跟侧锋、跟偏锋是不一样，这样了解吗？好，那我们呢，今天呢，大概给各位介绍呢，就大概快结束了，给各位是那个魏碑的三个特色，我们今天要写，所以要讲给各位看的。茂密，茂密就是我刚刚说的魏碑的典型呢，就是空白小一点。那我们要怎么知道茂密呢？就是既白当黑来看，它什么叫既白当黑呢？就是我们在写的时候，如果蘸墨是不是黑色，你的纸张是不是白色？那你的空白笔画和笔画中间的空白，就跟你的笔画的黑来做比较，哪一个大，哪一个小？留的白跟你用墨的粗细的线条来做比较，既白当黑来做比较，你就比较容易了解它会不会太熟，这样了解意思哦。所以茂密大概是这样来看比较容易的，也就是。用写出来的线条跟你所留的空间的空白来做衡量的标准，就比较容易知道它茂密。接下来荡逸是什么呢？因为笔画要能够舒展开来，所谓的叫做放逸不拘，不用就是说像唐楷哦，快要撞到格子了，赶快收回来。有时候你发现一高兴了又拖得很长，笔画超出格子了，那也没有关系，这样了解意思吗？好、哦，所以呢，大概要写这个笔画没有关系的呢，你们可能要先从能够控制好结构的从茂密比较容易，荡逸比较难。因为你如果开始会荡逸，你就茂密不起来，因为你下这块来那种砍烂烂，这样就不好看了，对不对？那你如果写的太茂密了以后，你就会发挥不起来，没关系，你只要能够掌控了以后，你把笔画拉长或者拉什么拉长加撇。长手长脚，放大，往外的扩张比例，至少你中间的中锋已经知道它要免疫，这样了解吗？所以第一先掌控它，第二荡逸，有时候学字帖也有关系，学墓志铭啊，学那个国文二十铭啊，大概就是因为比较小，所以比较会接近唐楷那么严谨，比较紧密。那学刚好说了，吸食那个。金刚经啊、哦、或者是摩崖科石的那个叫做正西下碑那个是岩骨的那种，就跟打那个字很大，你就自然就会显侧。另外还有像我们那个张大千所写的那个叫做易鹤脸，哦，那字都很长，有的字很长，本来人物差不多这样可以盖住你的房子的下口就好了，他不是他特别管你的小手。啊、那种感觉呢，就是左右开张，那就会显得荡气。好、啊，接下来显侧，显侧就是我来排你去，
你不要每一次都用重心线来分左右，你要用重心来分左右。什么重心跟重心有不一样？各位，我们都有，我中都有学过三角形的心，有的叫中心，有的叫重心，对不对？那个重心就是你怎么动它都不会倒，你这样倒过来，它会回到重心，还歪来歪去。啊，所以那个倾斜的部分呢，我们要抓住它的重心，让你呢那个字不见得左右一定一样长。你看啊，如果你这个左右一样长，要写这个很简单，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这样，你这个可以歪几倍，很可能这个很长，这个很短，但是呢，你的重心很可能不是歪到这边，要歪到这一边来。那这样的话，这一边的重心呢，你的撑柱就在这里。不是在中间，是在正中央，这个叫重心，这个叫重心。那、啊、重心就你看左边、右边一样长，是吗？重心能抓，但是如果左短右长，你的重心是要靠右边去的，就不是在正中央的。这样了解的意思吗？而且甚至于连那个笔画上的厚度呢、轻重呢，也不是用中间来分的，要用重心来分。你看哪一个地方比较粗，你那个字数就像你在做跷跷板。啊，那个矮胖的一定要靠近支点，啊，比较轻的要靠近尾巴，这样重心才会平衡，这样了解意思啊？啊，所以你就发现哦，它的显侧就是要用重心来加以区分啊。所以由于这一些，那像这一些所谓的显侧，就是因为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它的起侧多支相称，比如说我们说的张某飞啊、串宝举飞啊，那个字呢都很丑，看起来都不会很漂亮，但是它的重心呢？你如果把它怎么样没有抓好的时候，那个字就颠三倒四的感觉，就整篇歪过来歪过去，你整篇看起来就很怎么样，很不协调，乱七八糟，乱成一团。它虽然是不拘小节，但是还不是没有一个那个叫做那个整个美感，就乱七八糟，不是那个乱成一张的，而是它还是它的每一个字的那个叫做。章法跟结构，这样了解意思吗？啊，也就是说，那个就好像我们说了啊，有时候看那个抽象画，我们虽然是看不懂，但是它还是有一个脉络在的。啊，我们为什么看不懂？因为我们没有接触它。就好像我们呢，写贵妃为什么看起来都不是很漂亮，它为什么会得奖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接触它，了解吗？啊，现在我们需要去接触它，然后就知道它的美感在哪边，这样的意思，这样了解吗？啊、但是我们要去接触它，你就要破除我们原来的基本，用唐楷的标准来衡量贵妃的这样的意思，好吧？大概是这样啊。所以由于贵妃的笔法啊，我们最后来给各位看一下，就是说结构章法，它既有雄强的魅力，它给人一种精神为之一振、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学习者呢越来越多，也会遵循所喜爱。记得几十年前我在写书法楷书的时候啊，那时候呢。国中也都要写的，每天都要写，大概也都是写楷书，也没有想到什么叫魏碑吧。是近几年来，因为我们那个这个叫做书法的那个字帖普及，然后魏碑才普遍应运而生。那所以你会发现，像写魏碑大概都从中国大陆的比较多，因为那时候他们有碑啊，有那个字帖啊。我们台湾那时候在那个几十年前，我们也不能出国，都没有保守的在。字帖很少，你看到的不是颜真卿就有风险而已，就过一辈子，就是写书法，就是颜真卿有风险来做标准。你说你写了个什么怪字啊？也不知道人家什么叫碑啊，听不懂，没有接触，这样了解意思吗？那所以我今天呢，给各位介绍，你看北碑的这个字也是这样哦，有时候也是可以有那个漂亮的地方。你看左边这个就是木字笔。看起来比较秀雅吧，这个就是我们张黑鲤张玄墓志铭。张黑鲤墓志铭，你看它也是有行有列哦，但是因为它看起来比较接近那个北碑墓志铭，它也是有一点尾巴隶书的感觉。你看它尾巴翘翘的啊，所以它还接近有一点北魏那个，就是所谓上层汉隶啊，还有上层汉隶这个味道。那中间那个，你看那个长，哦，这个变化就很大了。叫做，方举魏碑的代表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叫做张某龙碑啊。你看它的长不一样，你看像弩，你那个弩啊，它的撇啊，
如果你把那写那个撇写短短的，就没有特色了。你看那个，而且那个长，下头那个字特别小，有没有？啊、哦，我也是，对，看那个羊，啊，那个翼，木翼羊的那个右边那个翼的角，几根角，如果把它摆得很平整的话，那就不是张鸿飞了。所以你看那个字好像的，而且就变化很大。所以啊，写张鸿飞啊，我也写过一阵子，我们老师说，等我一下再写，这样不吧？但他下面有一张鸿飞，那是不够。啊，因为我姓陈，叫陈。下车母了，所以他就告诉你，你哦，还是从那个比较接近他的来讲，所以呢，就介绍写那个崔俊庸墓志。他说写崔俊庸墓志以后呢，再来写张永飞就很近。他一个崔俊庸墓志哦，跟张永飞哦，一个是墓志，一个是碑，也都是北碑嘛。我刚不是有讲过嘛，都是北碑，但是一个墓志比较清楚。张鸿飞那个碑刻比较不清楚，常常你要看这个是经过修复的才这么漂亮，它全部都很像你们那个我刚刚说的这个前部哈、哦，旁边的白骨里面的这个字为什么看着还像一个洞？我告诉你，这个没有修复的时候，后面的脸把这个洞都包完了，以后那个洞你就觉得没有那么细的粗，都是一般会的洞，因为都是会风化掉，这样了解意思吗？它风化掉以后，你又不清楚。你就会把那个误以为字就是那么胖，人家一个洞写起来很硬挺，你写起来很怎么样？像肥猪一样啊、哦！所以呢，写颜体字不会写的时候就写变成肥猪啊，就变成说墨猪了啊、哦！所以你像这个就已经羞辱过了才会这样。那你如果不知道这样子的时候，你就先写墓志，因为他崔俊庸墓志跟他互为表里很像，他说大概写过崔俊庸的人来写张鸿比较容易看清楚。还有的人说这个字怎么这样写？啊，因为你有写过崔俊庸墓志了以后，就看判别比较不会失误太多了。所以一般我以前教魏碑的时候，如果有要写张鸿之前，我一定都要先把那个崔俊庸墓志呢给他做一个练习。他崔俊庸墓志也不是只有看得来写而已哦，我还为了这个还要把它放大以后再放大，让他呢。能够先把那个地图的特色写出来，以后才写它的比较容易记。那接下来右边的这一个呢，就是龙门照相图的龙门四品之一，龙门二十品之一啦。啊，二十品太多了，我们就选四品。啊，四品里面之一就是杨大眼照相图。啊，字也没有很多字，啊，但是你看那个字呢也是一样。它虽然是魏碑，你们看那个字整个很黑，你如果用墨汁写，那白白的就会变黑色嘛，对不对？空白色变很少。你远远看过来的时候，会发现整篇都是黑纸黑墨，这样了解吗？那如果你写摊开的时候看过来，会看起来白的比较多，黑字比较少哦。尤其写出最来那个纤细的字，留的白很多，对不对？这样了解意思吗？这个写起来很多啊，这个会很有成就感，因为用墨很多啊，一罐墨汁，它好写一个月就被你写光了，因为它要含墨量多嘛。啊，用墨多的时候，墨汁又用得快，纸张也用得多。一看纸张不要马上丢掉，一个月之后看你毛边纸墨写一叠，好有成就感，才会对书法产生兴趣。因为人还是要有长知嘛，对不对？啊，不是傻，你要自我拍打，看我自己还有成就，而且写了一大堆，都是我写的，慢慢写的，也才会有一点动力。这样了解吗？啊，所以呢，我们呢介绍到这边就是北碑啊。你看这个就是我刚所说的，你看呢、哦、每个碑都有不同啊、哦。像这个圆笔的郑成功碑，你看字很大啊，那字很大都是圆笔的。它这个你看这个字为什么串刀子？为什么我刚刚说的要看它的重心呢？因为字不是它有翻薄的，刚刚有讲过它有显侧的感觉吗？没有重，要快去串刀子。你看那个架。这个架看起来就有点歪了，要倒掉的感觉，这只马看起来快跑不动，有没有？那么长，那只马应该肥胖一点，对不对？但是它写这样才叫它的串包子嘛、啊。串包子跟串龙眼两个呢，合称为二串，两个相差五十几年哦。啊，但是呢，这个两个都是在云南哦，啊，所以它是属于边疆地区那个字啊，比较没有像那个中央的那种字那么规矩、那么漂亮，所以那个字呢，你看起来。如果你没有学到魏碑的那个显侧啊，你写起来就会太漂亮啊。所以有一次呢，我们展览的时候呢，啊，有个人还特别觉得说，啊，这个串包子这
样的吃饭，一直这样来欣赏我们展览，会觉得我们怎么写那么？就我儿子看到会说：“妈妈，写这么久，怎么越写越丑？”啊，那以后我就不要写书法了，因为我儿子说我越写越丑怎么办？所以呢，他很难得就觉得这个字我看都不好看，别人看一定都不好看，所以他一定要把它说明，先写在前面。这个字本来就长这样，不是我写的丑。啊，先说明一下，怕别人误会他写的字难看，这也有道理。但是哈、哦，这个我们要想一想，如果觉得他难看的，他的程度一定不在你之上。他是了解我意思吗？因为他没有学过，才会觉得他不好看。那你就是学过，你敢写出来，表示你至少你的见识比他强一些。因为我们通常会什么眼高手低嘛。啊，你就是看得比较厉害，但是写不到而已。他、啊、那个如果说那个丑的就表示就是说还没有看过就批评你丑，那你就不要理会他就好了。因为他如果比你强，说你写的丑，你还可以难过一下。他根本比你还差，说你丑表示他看不懂你的美啊，能了解意思吗？啊，所以不要太难过啊，因为你写的时候跟你有得到共鸣，或者比你强有写过的人会说你好坏的，那个你就听。啊、如果他不知道随便乱批评，那、啊、你下一批呢？问是那个爸，那你就知道了。那他如果没有看过串毛子是什么？串毛怎么串？他说不写串毛怎么串？对不对？好，那你看哦，我们刚看那个字都这样子，然后一般人都是这样。你们看到这个字，你这样写的时候，哎呀，你这个写的有进步哎，为什么？因为字太难了。哦，哎，你坐在他合乎的标准范围之内。他的左右均衡、上下匀称，都是他看得很美的，对不对？因为他也学这个嘛。哇，那、啊、你学的比较好，是因为你写的比他更怎么样，出神入化。因为你平常在下笔都有神，他会看，但是哎，创作不出来，但是还是会看。所以一般人都是会觉得这个比较对，这个就是唐楷，或者就是那个你说的那个叫做行书行楷，像这个赵孟頫行楷，上面就讲过了，右边都是赵孟頫。啊、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自由真草签字，他就先写一个真书，就是楷书。你看那个楷书很漂亮，他在旁边再写草书，先了解吗？啊，有的人说不是的，他先写草书再翻译写楷书，不是，他是先写那个楷书都写完了以后，再来照着楷书旁边写草书，因为草书要有那个行迹的连贯，他先写了楷书，再写。那你如果先写草书以后，这个楷书渐有距离就很难控制，这样的情况，所以大概是这样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大概给各位做到这边啊。那接下来啊，因为哈、啊、不好意思了、啊、哈，我们本道就是那个要看各位的，等一下也要看一下啊。那今天呢，我就简单的那本那个。这个简单呢，做示范一下。我示范一下这个所谓的叫做铸鸦那个贵妃嘛，花贵妃这样子可以啊。举个例子好了啊，我。因为这个字要稍微比较大，所以我们呢就把这个一二三稍微放大到这样子两个字就好，那个雄强的感觉呢比较容易，那刚好四格就是一小，这样了解意思吗？那我刚刚所说的那个唐楷的时候，很可能这样袖珍型的来写，写这个魏碑的时候呢，不是只有所谓的叫做侧锋这样子，偏锋，像偏锋就是平平的，像刷笔一样是这样子啊。那侧锋就是笔杆有一点斜度，笔杆本来这个叫中锋，稍微有点斜度叫侧锋。侧锋啊，这那侧锋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写这个丑啊，那我侧锋在正中央的时候就点下去以后，都不用再像唐楷在那边很久，但是要稍慢一点点下来，然后你看这样，它还是一样厚实的啊。那这个地方呢？很紧密，既白当黑，就是这个比较这么粗，这个地方的空白很小啊，
到这边怎么样？空白很明亮，那再来压下去的时候，结果应该是空白的什么？空白就小了，对不对？所以侧光到这边接进去，有没有发现一下子起来这样的感觉？它的空白既白当天，我现在是既黄当天，就红色的跟白色是有差别嘛，对不对？好，那再来垂直也是在这个地方，还是它也是有阻力的啊，也是一样，都不能用这样描哦。不能这样哦，你不能把它旁边都描的尖尖的，再来恢复满这样哦，那个就是描纸哦，你是要一笔给它下去就成型了。那像这一个呢，在魏碑里面写法不像这样写出来，它有时候会从底端，从左边垂直以后再往上推，这样雕上去了，这样了解意思吗？它也一样很厚实的到这边雕上去，再来从这里接。到这边，那笔呢？断掉以后，笔起来，笔尖没有离开纸面，没有离开纸面，那个起才连在一起，就从这里压下去。压下去以后，你看很重的，很重了以后呢，就从这个方向，笔锋侧一下前面推过来，你看是不是就很方了？而且也是一笔成型，这样了解吗？大概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写字的感觉，而不是画字。因为有的人哈，写魏碑写很大，以为就是说啊，就把旁边描红起来，再来填上去，那个是画字，不是写字啊。那再来一样，你看光点下去是不是侧光的？你看这里光笔了嘛，对不对？光笔完以后，再回到中间，再推过去到这边收。你看这样的感觉是不是用写的感觉了？但是它的是不是还是方方的感觉，而没有像我们写唐楷的时候还有这边这么秀雅？我们写那个是不是？上一次上里面写的楷书是不是还有长风回风这样的感觉？没有很清楚的回风，但是也不会露出这么多的尖。那接下来这个也是一样，一立上去压下去以后就是光笔了，再往右慢慢的压重，慢慢的压重，压到最初的时候，你看到了笔抬起来到右肩往下收就可以，那你就会发现那整个笔画就是由细到粗。啊，那像这个呢，如果是墨太干了，你最好是沾一下，因为笔画比较粗，所以你含墨量比较多，你就不能用太小的笔来写，可能就是一笔就没墨了。啊，你可以用稍微含墨量多一点，比如说健康笔啊，或者是大字一点的笔啊，这样。那、啊、再来不是在正中央哦，在正中央偏右压下去，你看到这边。笔杆呢往下收，你看，而且这个收尖的感觉哈、哦，你看向下收要向右下方收，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唐楷上一次写的勾，它的右边的肩膀的下口啊，是在偏右边。如果以这个中心线来讲，你会看到它偏三分之二的位置最下方，它的最低点是在偏右。唐楷规矩嘛，所以我跟你讲，三分之二、三分之一还可以接受。啊，但是写魏碑的时候，因为它是怎么样，很雄强又光谱，所以整个笔写下来到右边，整个压着压到最左边，往这里推出去的时候是饱满的推，而且要慢慢的出光。啊，你看这里饱满，这里是到最右边，这里是右边还要靠里面收一点点，就是最垂下来的最左端。这样了解吗？好，那等一下。三角点一样，从下头点下去，再往上收肩，到这边以后往下压下去，压往下收肩，也是三角点啊。各位看过，所以这个重字呢写起来，你看空白的地方是不是比较小，黑墨的地方是不是比较多？这样了解吗？那所以这笔画呢也是写出来的。那你写一样，跟唐楷一样写熟练了以后，你就发现那个字呢，你就很灵活。比如说像笔画简单的这个枝，你发现啊，这个枝最好写，枝最难写，因为它笔画你写一点歪了，是不是就没机会补救？这个歪了还可以用别的地方补救啊，哈、哦。那所以你大概就要看清楚它的位置，比如说九宫格，它靠近九宫格的什么左边，你就不点在中间了，点在中间这样子以后，就会变成那个字就太死板了，就没有达到它尺寸的美了，啊、哦，就会变成中规中矩。所以你看第一点，点在右边。压下去，三角点下来在这边啊。
第二个从这个地方的斜度点点好了以后，逆上去，慢慢的变细哦，变细啊，变细以后呢，再从这个地方顶上去，压下去，压下去以后往这里顶一下，你看光谱是跑出来了，对不对？你们右边到这边顶过来以后，它再回入中锋，来到这边，哎，慢慢的往这里，它上面靠往上面靠小一点，就是上头靠的比较紧密。再来到这边以后，往左边、右边以后推过去，推过去以后到这里，你看压不到最右边。上次我们写那个唐凯的支，是不是最右边的下面压最重？唐凯哦，在这里要讲啊，那你那个捺也就是在它的最右边垂下来的地方压最重，但是胃杯不是，胃杯在中间的这个地方就压很重，你就会发现它的哪里很长呢？尾巴的这一个拖刀特别长，这一段捺的特别长，唐凯的捺这样了解了？哎，因为这里很长，所以觉得它字很雄强，这样了解没有？啊，所以你看这样整个那个字，两个字看起来像贵妃写大字呢，没什么。如果这个字写唐凯的时候空白很多，会觉得像瘦不住。它贵妃今天普通话比较厚实，所以写起来会比较严谨。要厚实，要紧密，这样了解哦。所以运笔的时候，你就一气呵成，好，就这样子给它写一下。好，那、啊、如果说啊，我要写小呢，可以啊，写小字一点，一样啊。你呢，在这里，我就用旁边这个，看一样点下去，是一样，逆上来压下去，点，挑的时候要运笔慢，我说了，压笔到这边垂直以后，方笔嘛，对不对？再来整个笔，慢慢的，我就说点是三角点，压下去往右上，一直有那的感觉，所以压下去往下，这有那的感觉，所以你看这个字还是很厚实的感觉，对不对？要了解哦。那你看像这个，你如果要两个字，其他要开始稍微。小一点没关系，但是你注意看它写的时候，空白的紧密度，收笔放笔嘛，它这个也是一样，侧锋进去，短短就好。这个笔画呢，压下去的那个厚实度啊，这个一很紧密，还是会有留白哦，它留白，有没有发现留的白比笔画还要少？这是留的白很少啊，那这个地方。很重，很重没错，但是转过来要粗的地方中间要细，在尾巴的时候再怎么样，再粗，笔提上去，肩往下就收笔是方笔，但是撇呢，从这里也是一样，很长，慢慢的出锋，到尾巴要意到笔到哦，笔锋的时候要到这边不要出锋，就回来了，所以就肩没有像我们写唐楷的时候往外收肩的那个肩坠没有。他有时候来到尾巴还会顿回来，就是收一下，就是后面比较厚实的。如果你唐楷的尾巴的那个叫做刀子的尖的时候，尖刀，这个我看就像柴刀，可能不柴柴刀，比刀刃比较长，比较锋，比较长的那种尖刀。那像这个点一样压下去以后，往右再来往下收，往左收。看看这个字的真啊，跟我们如果写唐楷的真、就会不一样的啊。那笔画不一样啊。我们再回顾一下，像上一次写的唐楷的时候，到尾巴要怎么收？这个地方压下去到这边，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落空，还是这个地方都落空？这个空白啊，匀称、匀称、匀称，它这个也是一样。假设笔画都一样的时候。就会大概率比较纤细一点。假设了，这个是唐楷的那个笔意，这个是贵妃的笔意，那就发现两个空白处是不是就不同了？要了解啊、哦。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呢，贵妃很可能就是说平常没有练习，说不定经过这一次这五六章的练习以后，你喜欢上贵妃也不一定哦。啊，因为以前没写过，才知道说啊，原来这个笔画呢，厚实的感觉很好使啊。那我们呢，再示范一个啊，等一下再来看各位的这个作品，再示范一个啊，比如说，笔画少的哈，上字，笔画少重，
你看上这个字以后为了要让它坚定上去，不要再坚压下去，怎么样？把笔呢，所以慢慢的转动，慢慢的，这个地方你画到这边以后，压着往右上，因为它有弧形啊，所以从上收。那这个地方逆上去压下来以后，再回到中间中锋到这里，到尾巴的时候呢，提起来向右往下收。就可以，所以就往下收的时候，这里稍微比较方便一点啊。那这样子的感觉，大概比较像写字，笔呢，运笔可以慢一些些就可以了啊。比如说像写些零字啊，零啊，一万多嘛，那没有问题啊，一样，就是空白处这样，逆到这边进去空白的时候，压着它到这里啊，这个地方。位置很重要啊、哦，大概空白，所以我常讲说，在写的时候要记白当天的注意了、啊。记白当天就是把那个空白跟你写下去黑色的图啊，稍微做一个怎么样那个比较，那这样字就紧密了吧？啊、哦，那再来这个地方翻一下，把它整个按下去，按下去啊、哦，那在这个地方呢，看。说你在外面，哎，那就这个零字是很紧凑，对不对？那、啊、再来，我们写这个撇的时候，压着它，你看好，它大概是往啊，那这个不是在上面，不像刚才，它从中间就压长。那这边，它即使呢，它有出风，它没有撞到那个泥出来，有一点撞到也无妨啊。你不要到这里刻意的，就一定要把它收起来，让它很自然。那这个右，它往下收，垂直，不像刚才有时候斜度45度啦、啊，或者60度不会，它有时候是直的方式是90度的，它再慢慢收肩起来才会有弹性，再压点，点了以后呢，刚好右下方收，所以两个其实是，那这样子感觉笔画呢看起来就会变左右，这个看起来就，所以它虽然在九宫格里面，但是那个字形啊，不见得全部都是正方。那了解吗？那像这个也是笔画很少，没关系，你就是把它写的很重，空白呢，注意它的细，空白小一些，它不一定要正中央，在正中央边。来直勾的时候要注意，直勾要先勾到底，再重来一叠，往这里勾一点。所以你就会发现右边的这个角是饱满的。我讲一下，唐楷的大概是垂入的这个尖是会收为直画的稍微中间一点，最右边在这里，这里最左边靠右边嘛，对不对？但是位卑的时候，大概是靠右边这里，对，靠近在最右边这里，所以它是有一段距离，它没有，这样了解的哈。所以它这里右边呢，几乎就比较讲的右边。那另外的捺呢，唐楷的捺呢就会稍微比较短，啊、哦，这样。那但是写魏碑的时候，这里比较短，这里很长，这里粗工，哦，要了解意思啊、哦，你就会发现撇捺。那另外呢，我给你做一个比较的时候，你在硬笔这个印这个放很大，回去练习的时候，写魏碑至少练习比那个硬笔的难事。你以后再写行草书才敢压笔转，压的时候常写的，见到它拉里拉里，下两股拉拉那样子，会不会有会比较厚实？那我说写撇的时候，写唐楷的时候呢，是撇到尾巴慢慢的出锋尖角，没有出锋尖的，对不对？但是写这个魏碑的时候呢，到这边来的时候，尾巴特别浑厚，了解意思吗？看，将出到尖。它是到这里，甚至于尾巴这里还这一段还蛮厚实的。你注意看那个尾巴的那个出锋啊，看一下这个形有没有？它这个出锋，如果是唐楷的时候，很可能这个形就只有这样而已。但是它不是，它是压重来到这边，有没有？差很多哦，尾劲比较有力哦。啊，所以我把它比喻为，如果这个是普通的刀尖，那个叫做匕首尖刀。这个就像 P
劈柴的柴刀，那个刀刃比较厚实一点啊，这个大概根植于那个点化啊，还有最主要就是用你的那个叫做男士，大概总一到我们总共只有三，给各位先做一个几个六三十个二三十个的练习，这个方法大概知道了吗？跟各位没有好，那今天因为后面要十分钟，我们要看一下各位啊的练习啊，如果你拿一个我们简单给各位来做一个，本来我有一份教出来的那个表，就大家现在就是几个拿那个了，下个礼拜我要讲行书，那你在练习行书的时候，也可以顺便把你的那个唐楷跟今天的魏碑做一个，因为我讲完以后，各位可能就可以练习。现在是行书比较简单的，为什么？因为没有像我们现在唐楷跟魏碑要做比较，行书我只有把最简单的我们的那个叫做圣教序的基本笔画的那个给各位介绍了，大概其实就是你本来先砍书是想走路，写行书稍微走一点快速走这样可以，大概这样。那我们示范完以后，大家可以练习，那其他的就可以来改各位砍书的位卑跟这样子。那今天呢？我们先看哪一个先来，下一次大概一下，然后再我们下一次还有两周嘛，啊，会把各位的作品先看，那怎么从这边先来，还是这边，还是从右手边先来，啊，那各位我们会顺便给各位做参考，来给各位像谁有多，怎样？多虾米呢？或者帅吗？反正就是针对字不对的，讲了你的认知，反正不好意思，对不对？那像这一个哈，哦，各位你看哈，哦，他写的这个，可见他是有练过。你看吗？他写的都是很唐楷的九宫格的位置掌控的非常非常好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即使啊。都没有写书法的，会觉得一定不敢，连按赞都不敢不按。好，对啊，但是中规中矩嘛，一看着就顺眼啊，对不对啊？大概是这样。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在练习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唐楷的基本练习。啊，那当然有时候要注意的结构，比如说唐楷既然中规中矩的时候，脚尖给他，你注意看这里六，很可能就少他了一点点，不到的，来来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以那个字形来讲的时候，它除了中规中矩以外啊，再来就是它的那个位置，因为我们有用九宫格的时候啊，那你就比如说像这一个，因为它差不多到一半，接近一半，那这个也是不能从中间的时候，那你就这里少一点，那少一点，就是它现在很快它被指出来，有罪的对吧？好，哦，那你像这个结构没有，你说啊我要写这样不行，也可以。那如果以临帖来讲的时候，就会符合。那这样是不是不好呢？没有，因为我们写到最后还不是说要很细的结构嘛，对不对？是这样，它这个笔法都没有问题。那但是你开始的时候就要注意它的位置，位置会怎样呢？位置会让你字哈，要接近它的时候，比如说像这个维字来讲，从中间要切开，左右虽然是平分。但是从这个中间把它切开蛮难的哦，你这里如果要把它直接切开很宽，那很宽的时候就稍微呢就是稍微过了一点点，这个中间呢就会碰起来就会稍微少一点一公分，它就会紧密，要了解吗？好，有时候会让它下去比较难，这个比较。另外还有墨色也会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它既然就是中规中矩，所以有时候这个墨会怎么印，表示你这一支笔的水分太多。它水分太多怎样？才到尾巴停顿这里的时候，会变成阴墨开来，加罗给它变白，然后变阴开来，那是水分太多。它水分太多是不是不好？在写行书就很好，在写楷书的时候就不会干净利落吧？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你说啊，这个是不是每一次都会这样？因为你要先了解跟心境的关系。还有跟你现在练习的用的笔啊，用的墨汁啊，用的毛笔啊，
都有关系。那了解了啊，所以就最主要就是整体来讲都很棒的，就像就很厉害了，像你这样这样子写的是吧？对，啥类板去刷呀？啊，这个很好啊，像这个的话，因为我大概讲啊，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很漂亮的这个水，你觉得我觉得哎，这个捺子有一点这里太斜的时候就会软掉哦。整体的感觉都很漂亮，对不对？进了水，你就发现，哎，被我一讲了，哎，那个水好像真的有一点软哦。那你就注意它去翻一下底子来看，哪里呢？就是那个平捺的地方加歪掉小臂。那你在这里的时候有点转弯太快，你就到这边来的时候，这样，这样的感觉呢，它就比较会有点轴了，有点轴就会做轴做轴做的，要了解。阿弟，我看。现在尾巴和尾巴的高度，高度不一样。不，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在洗的时候啊，你顺便把它记住，这样整体起来，哎，还蛮好看的。但是呢，刚开始那天洗的时候，用铁来给自己当老师一下，用铁子来给它对一下，哦，你就会发现，好像哪一个地方呢，稍微有一点不对，就针对那一个链子。因为在临帖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尽量像字帖，把字帖拿开了以后，你就会字帖拿开都不像，这样了解吗？啊，其实你写完之后就有一点印象了，你再拿帖子来自己核对一次，怎么样？让临帖在一起，你就会印象，注印的时候就会有印象，好吧？不然有的人会觉得说，我临很久了，怎么帖子拿开要自己写都写不出来？你少一个动作。就是你写完以后要自己考完试以后不能说没有打分数就算都及格了，没有，你自己看一看以后啊，横直撇捺哪一个地方比较没有注意的，你自己就会了解。好，OK，大概这样。哎，因为很漂亮的，所以说哈，这一次没有来得及给你看的，下礼拜我们一起，包括贵妃的一起。我们下礼拜除了那个写的以后，我们至少会差不多有40分钟的时间要专门来给各位办啊。你没有办法发现缺点，可能呢埋头苦干，会发现旁边人一看啊，你那要下一步啥子？因为自己在按着写的时候有盲点，因为旁人一看比较清楚，因为旁人在我看，而且旁人都没写过来看不清楚，好吧？好，像这个哈。这个像这个小姐写这一个的感觉，各位也是可以看到它哈。虽然是字比较小，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们欧体字哈，本来字就没有很大，所以这样写起来的感觉会很娟秀的感觉。但是要注意的就是那个勾啊，那个勾呢，我说过了，就是它因为比较近平，所以你写了这个勾之后，顺便各位看一下这一个勾哈，这个比较像我们那个。二眼，哎，边度光的那种。我们写勾的时候，这边看一下，画来这边，笔提起来，不要离开纸面，压下去以后，中间稍吸，尾巴稍出，到这边收的时候，不是在右边，是在靠右边而已啊。它这样来的时候叫旋，那笔压着笔，到这边推出去，要这样，饱满的。啊，所以你如果一次，刚刚是分解动作。现在直接写的时候呢，就这样压下去，来到这边停顿，往这里移，笔尖没有离开纸面，重新起笔再推，这样子的感觉，这里就不会有蹲笔的感觉。因为蹲笔的时候是我们写圆弧过来的，蹲一下再来，这里就会这样，要了解吗？啊，所以这个地方没有缺口，欧体字，好吧？啊，那这个地方也很漂亮啊。那另外呢，我们写它的时候啊，笔画呢可以稍微细。点点，因为字帖虽然字比较粗，但是你想经过一两千年，那字帖风化本来嘛，它从只会变粗，不会变细啊。哦，啊，所以我们呢，有时候在看字帖黑体白字那个帖子的时候，宁可比它细一点，不要比它粗，对的，这样哦，这样。哇，啊，这个结构很漂亮，结构就是整个字形很漂亮，就是我刚才说的给人的第一印象啊，就是外貌。外貌协会第一个外貌哎很平整，就是我们唐楷的标准了。啊，在外貌写的好了以后，再来看他的笔画。啊，笔画，我刚那个讲的就是那他现在讲的
哦，安娜也是一样，这个娜有除了这里也没有缺口，为什么不要有缺口呢？因为有缺口就是圆筒中的那个压着底钝了以后再出来，就会有缺口，对不对？那个就是钝笔，但是写欧笔字的时候呢，压下来以后笔没有动哦，就直接平收，所以这里是饱满的。你要了解哦，这里不要有缺口，有缺口的时候呢，大概就是方便有停顿在中间。漂亮啊、哦！哎，整体很好啊、哦。这个最主要就是直播，我现在所讲的对不对？这个直播哦，你如果弯过来的时候，就是这里的弯哦，就会很像在这边资金流风险那个度在上行，所以这里就会怪劲。那好、哦，整个直播来到这边，你抬起来压下去就多了。你看这里是比较饱满，那这里如果来到这边再过来再勾，这个就是我的前度。资金流风险的时候，才动的才上去，那了解了。所以欧锦字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多动作啊，要注意那个字。我们就那写的很好，那写的不错。OK， 好，大概是这样啊。我整体来讲的时候，就建议那个字可以再小一点，没关系，好，就这样。结构很美，结构用心啊。因为我们从这个里面刚好可以看大家的啊，没关系你哈。不用担心哈、哦，不用担心说，我出来的时候被别人看到我的光。我告诉各位啊，那个，其实有时候在写的时候，写了好久好久。如果哪一天刚好是有很多人来告诉你缺点最好，因为很多人跟你讲都没有真心话，都说哦你写的好好，我都没有讲缺点，你永远没有知道缺点在哪里，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呢。你呢可以像这个一样，正的感觉很稳当啊。那像这个的感觉呢也不错，但是你看它笔锋没有中锋啊。我们说中间的那个字画叫悬针，那个针的旁边的尖端就靠左边了，是不是就没有悬针在正中间？所以这个中锋的压下来，你知道你看这个笔画应该是这样压重悬针起来的时候，这一个笔画应该是正中央，这一个笔画应该是在。所以你不能偏一边，偏一边就表示你出品，你要中锋，这样了解吗？到这个人到尾巴的时候往下收啊，所以是的，这个我们写欧字的时候啊，写大字的感觉比较高兴，就是因为它空白很多嘛，所以写起来的时候会感觉 OK， 看不烂的，所以因为它空白很多，所以要写起来字很挺，结构才会。所以一般我们在写欧体字，通常写大字很吃亏，写贵妃写小字很吃亏，要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就是有时候会发挥它的特性。字呢，你说写大字也没关系，要写大字也有一个优点，就是说你比较容易看出你的比例在哪边不够但是就是说比较吃亏，比如说你写这么大字的时候，你一定要先着笔写。那一开始要写成笔写，有的人整笔已经断了，要写大字，整笔又要分段，所以就可以把它选起来写，所以都没有问题。像他这个结构写的非常非常好，就没问题，表示他笔拿得很稳，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就是说哈、要拿得很稳的时候啊，有时候就是到，譬如说他的刚刚有讲的是词，我有讲的是那个那，现在他讲的是词话，也发现他写词话的时候呢。大概都是左边比较匀整，右边比较不匀整不整。怎么说？你看，像这个黄的是左边很整，右边有缺口，有没有？那表示写这个黄的这短短写到这边突出，这里就很好写这个。所以写它的时候要有一点点垂直，写这一画也要垂直，才能左边右边两边的这个那个匀称都一样。这样了解意思吗？那如果写大字的时候突出就会被发现，它左边压突出。所以是大字也有用，连词语都会被发现。但是这个是虽然是缺点，但是其实也是优点。写大字的时候才会发现，比如说像这个雕到这边，小屁尾巴要形上，所以这里就稍微少一点。要怎样呢？推上去，你不能推到这边，就讲一下，尾巴这里少，尾径少一点点重，这样了解意思吗？写小字就不会发现，这样的，对，没有问题。那这个
大家第一次写他这么大字也没关系的啊，他可以呢。就像这样，我说过了，大概就是每个人把欧底练一下。我们这一个整个的单元就是先给各位认识一下，也许你会发现，还是我不喜欢我写后面的行书跟隶书，我喜欢。那你就抓到一个喜欢的继续写，这样子。现在只给各位先探讨一下，因为书法不是只有就是用毛笔来写而已啊，有那么多书体可以写，好吧？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下礼拜这个还没有教的，下礼拜可以来的时候先给它叠起来。